我说苏东雷，你今天是不是酒喝多了呀？怎么这么平啊？我都说了我要找的是心灵伴侣 ，soul mate。你自己说，你是吗？啊？哎，我的心灵怎么就不好了？哎，我一不偷二不抢，三好学生我也当过。你说哪儿不好？两位，我能说一句吗？我破水了。破水？破什么水？羊水。他要生了，赶紧送医院吧。季老师要生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叫车送医院，送医院。彩虹，那个打电话给小芳。小心，好，小心台阶台阶。哎哎哎。喂，小芳，韩青破水了。啊？我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回去拿个东西，马上就过去啊。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峰，出什么事了？家里有点事，但不大。我改完稿再过去啊。韩青，别害怕啊！阿姨，阿姨，再站住啊！深呼吸，你深呼吸啊！哎，傻疯了！阿姨，你们还在公司呢？哎呦，什么时候了还要加班？深呼吸，深呼吸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啊，丽丽，她怎么了？突然大出血，看样子是流产了。哎呦，那我赶快去找黄主任。哎呀，丽丽，我求求你。求求你不要告诉我！哎呀，丽丽，你现在这样很危险的，有生命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得告诉你妈，不然会后悔一辈子。放开，放开，赶快送小叔叔。交给您了，放心吧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哎，哎，韩青呢？韩青呢？生了吗？生了没有？你小子怎么才来呀？啊，我已经很赶了。韩青呢？啊，生了，生了。妈，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什么？是个大胖小子？哎呦，我有儿子了。哎。啊，你配有儿子吗？你韩青生孩子你干嘛去了？我加班赶稿子吗？哦，你老婆要生孩子了你还要赶稿子？人生三件大事你知道不知道？结婚生子死，你结婚就稀里糊涂的，生孩子你又不在，你这每一件事你都不。阿姨，我先进去了。阿姨，您让他进去吧。东林啊。啊。阿姨，上面还有工作呢，你把彩虹送回家，时间不早了。哎，不用了吗？我打车就行了。打什么车？打车都几点了？一个人坐车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啊，就是阿姨放心，彩虹自己打车回去，那我也不放心啊。您放心吧，一定给她送回去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哎，行，你先忙，你先忙。阿姨，你也来了。哦，胖嘟嘟的好可爱哦。哎，你看他的睫毛好长，摸一下小手啊。你看小手，哎，我摸一下啊。哎呀，你能抱他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来，小心，对，是拖住他的脖子就行了。是这样吗？小心。哎呀，他起名字了吗？起了，早就起好了。他叫夏征，夏天的夏，长征的征。好可爱。我叫何彩虹，请你多多关照。
他要生了，赶紧送医院吧。季老师要生了，他今晚怎么也在厄尔尼餐厅？